2月5日2011年年初三嘅鴨寮街，呀，好旺好旺，睇下環境啊！去到嗰邊盡頭都仲有鋪頭啊，不過今年已經少咗，少過舊年啊。乜都有得買啊！買嗰啲咩衫啲袋嚟？買啲靚茶葉、大紅袍都有。啊，其實依家先係正正嘅鴨寮街啦，鴨寮街公廁啊。咁啊，幾多嘢睇？幾熱鬧兩邊咯，全部呢啲都係臨時嘅，臨時擺檔嚟嘅，好多都係賣VCD、DVD 嗰啲啊。手提電話，各樣嘢都有。好啦，暫時影到呢度先。